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，现在要为各位分享的是艾尔弗莱姆的女王罗斯的动态造型。我还没按，她已经开始动了，看起来还蛮厉害的。我说实在话，她已经不是像以前这样晃来晃去，旁边还会多一些特效。我来看一下哦，再一次。因为我 focus 不是在那边啦，所以对啊，好像有点是有一点点端啦，只是好，今天这个艾尔弗莱姆的女王罗斯的这个动态造型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